宁愿佢做突破自己，紧要过喺比赛度攞彩咯。呢个系好值得奖励嘅。我哋成日揀 demo 俾女歌手啦，我哋成日會遇到一啲男嘅作曲人咧，作咗啲好好聽嘅歌喎。咁我哋俾女仔唱咧，有時會唱得冇咁好聽嘅。往往唱得好聽嘅女仔，通常個 range 好闊。其實呢只歌係咪開喺你最好嘅 range 度咧？喺謝霆鋒嘅 range 度，可能會突出到佢男仔嗰個聲音啦。喺你呢個 range 度，可能蝕底咗，未必係你最高嘅 range。我要搏下高半度咯。拍攝得開心，流淚給你歡喜，以為這樣定會升起，為令奇蹟感染你，差點為什麼呼吸都忘記。永远你的 comfort zone 就是在上面，今天真的很希望你去突破自己，去落返嚟。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不可。我今次想做一个突破，我想让人哋知道我唔系净系识唱高音。即系你唔讲咧，我唔知道你系想尝试紧一个啊，我唔唱咁高啦，我想 explore 下我嘅低啲 range 呢个 idea。但系我亦都觉得都唔使咁低咯，可能可以高翻半格。而你高咧，我觉得仲有 headroom 咯。所以你是可以 shift 高一點，基本上是可以說兩邊都可以兼顧到的。如果高半度至一度，或者升 key 那裡再高，不是高半格，高一格這樣，可能那個演出那個表演的效果會強一點。我們聽了 Wendy 很多集啦，一直給我感覺都是好像一個一直拉緊很高音的小提琴一樣，我今天是聽得舒服的。Wendy 俾咗一個大嘅突破自己嘅，因為跳出咗自己 comfort zone 啦。今日佢喺感情上面，我覺得係感動好多喎。